艾比林格手机包分别有亚麻棕、云米色以及经典黑色，采用了华皮菱格设计，前后两面采用了相同的材质，包身软而不易变形，拥有双隔层，拉链顺滑易拉，搭配了小香风链条，可拆卸式设计，放入 6.7 寸手机不占太多的空间，消毒液、糖果、口红、无线耳机、防晒霜，放入多样小物品依然有很多空间。另一个隔层可以装入19厘米的长夹，设有一个拉链式暗格，可以把一些小物品装进口袋内，整齐收纳之外也容易找到想要的物品。给你们示范手机放在外侧口袋的效果，是合适的哦。看看不同颜色的上身效果，都是属于容易搭配的颜色，无论是单肩还是斜挎都适合精致女孩呀。